同埋 Nicole 咧，松風一齊合唱嘅。今個星期日11月3日晚上8:30，大家可以透過 Astro AC 頻道306睇到 MyFam Big Show 好玩樂園嘅完整節目。聽過後，聯絡後就早做我袁家家。我係 Aaron Bosco。MyFam Prime Channel 由 Honda 為你呈現，駕駛 Honda HR-V 迎格無敵，依家就到鄰近嘅 Honda 授權經銷商了解詳情。OK， 嚟到6點嘅節目啦，大家放工愉快啦。我覺得咧，今個星期好多人無心工作嘅。因為你不是打慣工的人是的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即是那些打工仔呢等都是等公共假期而已，對上一次已經不是你出店了。是嗎？這麼久沒有假期了？如果我沒有記錯，那不是我都不會塞車，次次假期都塞車，現在開始塞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次次假期大家都去 shopping 啊，去外面玩啊，一定會大家塞的。你想著星期四呢，有些是告假，星期五告有一假，然後全走了，應該 long weekend 通常唔係，我哋呢度嘅人會走曬啫，人哋會嚟呢度啊！你都啱，你都啱。OK， 你識啲咩？今日我哋出撈燒鹹魚動物題。煎蛋心白飯，咩動物烤得最慢？你識啲咩啊？你知唔知阿明有個朵啊？咩朵？沉船鈴咯。佢真係指路明燈嚟㗎，佢講個答案一定錯嘅。哦。即係如果我俾佢咁揀咧 ，A、B、C， 你揀 A， 佢講錯。明哥，你再揀。是錯，答案是 B， 他通常性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，沉船機率高達 98%， 選什麼就錯什麼，是的，所以他通常一選呢，聽眾就會避真是明燈來的。今天的一題動物題呢，除了人類之外，你知道人類是一個智慧的生物，智商最高的動物呢就是跟人類有些相近的，那就是黑猩猩。如果你懂得進化論的話，有些都是說 OK 是進化而成的。咁第二位最聰明、最有智商嘅動物係以下邊種動物呢？A 老鼠，智爭啊呢樣嘢。但我覺得老鼠係聰明嘅咩？雖然我熟老鼠啦，但我都唔覺得。老鼠啊！我熟老鼠噶。蠢蠢地嘅，我覺得，因為有時上網咧睇嗰啲 mouse trap 咧，佢哋好容易中嗰啲入去啊。係咯。B 鸚鵡，因為我收養過一個鸚鵡一個星期。哦，真係啊！後來我先發覺鸚鵡成3-4萬蚊啊，嗰只鸚鵡。貴的灰色的成隻，但是尾一執紅色的，他一直說話的，他那時候說 Hello 啊 Goodbye 啊，他一直跟我們聊天的，後來我就知道有我們就去貼街區誰走失了啊，這樣他認到他的主人的時候，就好像隻狗一樣會給表情，你會呀呀呀呀呀呀，會喊，我就知道那個是他的主人。所以我覺得鸚鵡是勁叻嘅，勁叻。咁聽起嚟真係都幾有智慧。係啊，如果你真係教佢打麻將，分分鐘都識碰添。C 海豚，海豚，海豚我都聽講佢好聰明。海豚是，但是我是想想都是最聰明的，現在正路來說，一是海豚一是鸚鵡，你選 A 也有本事，但是這題我出的很多個星期之前我已經寫定了，所以我真的不記得答案。話說動物題，人類是最聰明之外，第二即是說的即是非人類的，就是猩猩是第一，排第二的是以下哪種動物呢？ A 老鼠， B 鸚鵡， C 海豚，你選？我是選海豚的，海豚日都有啲雜耍，佢可以訓練去搞嗰啲啲海豚馬戲團嗰啲嘢咧。但我好抗拒呢樣嘢嘅，海豚應該屬於大海啊嘛。係，咁都係嘅，咁係，咁都好彩，有都多數都係愛惜佢哋噶啦，都唔係嗰啲邊類嚟嗰啲嘅。係，咁啊，Aaron Pascal 揀咗海豚啊，海豚鸚鵡老鼠自己揀，發射入嚟0165073333，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滿臉泥土。Thank you.
分不清楚，他是 Jolin 蔡依林的《夜漫游戏》哟。时间来到六点二十一分，我系袁嘉嘉。Aaron Bosco。咦，今日我哋出动物题，睇下你识啲乜嘢？煎蛋送白饭，咩动物敲得最慢？你识啲咩啊？你识啲乜嘢？有啲冷知识题啦，但系嗰个动物嘅智商咧，其实好出人意表嘅。我最近睇到一集咧，嗰个系咪叫 Ott？ 系嘟嘟嘅，系咬嗰啲木噶嘛，即系咬啲木，然之后筑巢啊嘛。我睇個 video 我好中意，我每次睇我都會停喺度睇下。佢肥嘟嘟一隻，佢咬成隻樹筒，佢係咬咬下佢會咁啊。佢聽嗰個聲，睇佢冧未，佢咬幾啖唔停喺度。如果冇反應，佢繼續咬咬少少嘅啫。觀察，觀察，然之後佢聽聲就可以知道佢向邊度倒，佢就唔會扎親自己嘅。咁勁嘅咩？係咯，佢就咬完嗰個樹筒之後，聽一聽到嗰啲細細聲嘅啫，佢就快快跑反方向，等佢冧咗落嚟咧，佢就慢慢拖，連拖帶帶扯咁樣攞翻去捉巢。所以我覺得哇，好得意啊！呢啲動物，咁佢都好聰明喎、啊，係都算聰明嘅。但係我哋睇下呢個聰明嘅動物啦，第十位咧係烏鴉。烏鴉點會聰明㗎？烏鴉咩唔聰明啊？你知唔知咩嘢？即係等阿爸媽老咗識，即係餵翻阿媽。烏鴉反哺啊嘛，羔羊餵。鱼啊嘛，即系呢啲会多谢父母养育之恩噶嘛，即系乌鸦嘅爸爸妈妈老咗咧，佢会即系报恩，即系会记得佢。系啦，都系养翻你为止，即系你细个养，但系我而家即系帮你善终嘅，但系佢嗰个咩意思啊？最多系讲乌鸦孝顺嘅啫。系乌鸦系孝顺，因为佢会反哺啊嘛，呢样嘢啊嘛，即系而家就算人类啊养大咗你，你话知，即系个意思系咁啦。有啲人系觉得OK， 我哋讲紧智商高啊，除咗黑猩猩系排第一位，黑猩猩真系好叻啦。佢旋轉跳躍嘅，其實究竟係第二位嘅咩動物呢 ？A 係老鼠 ，B 係鸚鵡 ，C 係海豚嘅。媽，你識啲咩？阿遠 ，Aaron Bosco， 你們好，我覺得答案是 A 老鼠，因為我真的超級很討厭老鼠啊！那些老鼠啊，來我家，我怎樣抓，我放籠啊，或者放那種 trap 啊，要抓它，它都會繞過那一邊哦，它不會中。不会被我抓到，我觉得这世界上最聪明的这种动物啦，一定是老鼠的。